你好，我是 Yoga， 欢迎来到 Sam Mac。 Mac 有很多很聪明的软体， iMovie 便是其中之一。在制作 iMovie 计划案的过程中，很多的设定是 iMovie 原本就帮你设定好的，但有时候那会增加处理档案的时间。这时只要变更您的计划案属性，便能一次的重新调整 iMovie 对计划案的预设设定了。点选左上角的档案计划案属性，点击之后会跑出一个选单，除了可以调整您的荧幕比例之外，也可以将过场效果的时间在这里一次的做出您偏好的调整。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，欢迎造访 SAMAC。